咋了？我妈妈咋突然就没咋了？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公布我们的 Carter Fit 娃娃的最终成绩。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一组的泛音乐听神的充电量是3000的电力值，比较中等的一个数值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电子音乐专业听神的充电量是，我觉得 Vava 没问题，我觉得 Carter 跟 Vava 很搭，现场很炸。电子音乐专业听神的充电量是3600的电量，所以本组搭档的累计总电量是6600的总电量。那么目前为止，我们的特瑞中中天力 Fit 阿云嘎依旧排在第三位，恭喜你们进入前三，可以去准备你们今天第二轮的竞演了。继续加油啊，努力。阿云哥，阿云哥，阿云哥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 Carter 和娃娃要暂时止步这一轮了，来玩一下嘛。所以今天的感觉怎么样？有什么想说的？终于可以睡觉了，很多天没有睡好了是吧？真的。好，我觉得我们能够把这个歌融合和完成成这个样子，我觉得 Carter 已经很棒了，真的。谢谢。我觉得在这里要特别的，也代表极客俊逸，代表我们节目组，感谢娃娃这一次的义气的帮助以及才华的展现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的。咋了？我妈妈咋突然就没咋了？我就看到分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没有帮到卡卡，对，然后就会有一些小小失落。所有在舞台上跟电音人有进行 fit 的歌手，他们自己对于这个电音人而言是有一份感情在那里的，他们希望能够看到他们所 fit 的这位电音人，他们的才华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。其实我觉得我已经赚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比所有人 fit 都要多一个歌手。你 fit 了四个，对，你四个，四个，你四个。能与那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，就从音乐剧也好，到 Lexi 也好，到极客也好，到娃娃也好，就各种各样不一样的那种 artist 去合作，其实我觉得就我运气还是不错。